看好，看好，什么叫做吃我的一席啊？天，哦啦哦啦哦啦！是不是？哦，只有一个，关键只有一个，运啊，运啊！运呢？运呢？运运哎，丢搞靠！不是那运啦，运运气的运。哎、欸，你运气不好，第三关就再见了哈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哎、欸，超简单的。哎、欸，老师说的简单过的难呐、啊。我决定一波一次三成救啊，三九九啊，三九九啊，啊，三九九是谁？是不是？就是妈妈的弟弟的弟弟，那个就叫做三九九啊。为什么有人说好帅，那另外说笑到肚子痛？哦，不不，先笑，先笑，先笑，再说，再说好帅了，对吧、啊？这关哦，一波带走啊！哎，等下他是要手枪吗？你看，我忘记了，他是要手枪吗？是吗？有点忘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不手枪他也是要死啊。哎呦喂！啪啪啪啪啪啪！没有游戏音乐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马上来。速速打，速速打，速速给哈！啪啪啪啪啪！手消倍率才高，谢谢，谢谢，我知道手消嘛，信不信？手消这一关就是手转五 combo 转全体带走，带走。停！啪啪啪啪啪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、欸，就是这样。绿一波好了，我们要算一下回合数。绿一波，洗鸡，洗鸡那什么可以吃吗？不行啊！斜转 ，perfect 啊 ，perfect。哎呦，哎呦喂呀！平民百姓居然在这个时刻开了龙科脉动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他没有在伪王之前开龙科脉动？为什么在这关开龙科脉动呢？这是令人匪夷所思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飘飘飘飘飘飘飘。中间给我一个二，奶奶个熊，不合群，不合群，花呀，甩出来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？林登你们啊，林登你们，唔知我画啥，唔知我画啥就对了。两康不？啊！平板星居然转出了两康不？
六颗，前面六颗，看好，看好，什么叫做吃我的一息啊？天，哦啦哦啦哦啦，切，哦 ，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， 各位的七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一次三成九，哎，因为今天那个可能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不能玩七大死鱼，不能做效果，哎，所以之前呢？之前也没做啊，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关键是一个字啊，运啊，运啊，左下角讲错了。哎，如果觉得影片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